暌违七年，恐怖游戏的经典《失忆症》系列回来啦！《失忆症》重生，将让玩家从荒凉且绝望的旅途中探索人类任性的极限。醒来后，发现身处阿尔及利亚沙漠，失去记忆的主角塔西，除了要克服各式各样的障碍怪物，还必须透过探索环境，揭开其背后的故事。更加多变的场景以及未知的怪物，压迫与恐怖感更胜以往的《失忆症》重生，将在今年秋天正式问世。你准备好迎接未知的全新恐惧了吗？